胶囊填充机操作过程。一、接通本机电源，按下绿色电源开关。二、调整调压器输出电压约60到90伏，十面板产生震动，应根据各地区不同电压需要自行调节。三、在面板框内后方放入约350粒胶囊体，借助震动，胶囊体往前移动，在此过程中，胶囊体口朝上掉入面板255只孔中。踩下脚踏板，将对应转换板插入导轨，然后松开脚踏板，将转换板连同移位板一起推入。此时，面板上的胶囊体落入转换板孔中，之后仍然双手轻轻顶住转换板和移位板，让它们同时复位。待完全复位，踩下脚踏板，取出转换板，观察转换板孔中有时出现极个别口部朝上的胶囊体，并除去卡在面板上的变形胶囊体。四、重复第三步过程，以相同方法把胶囊帽装入帽转换板上，完成后调整调压器到零位。五、当充填制剂时，将药粉装入体转换板上的胶囊壳中，并擦去转换板上多余的药粉。六、将套盒板有缺口的一面朝上，没有缺口的一面朝下对准，放到帽转换板上，使胶囊帽口子高出面板部分，进入套盒板孔中，翻转180度，对准放到体转换板上，来回轻转推压几下，胶囊帽和胶囊体稍微结合。七、锁口，将上述三种板一起推入锁口机，升降板到顶，自动压合微动开关，升降板往下降，当它降到最低位置时完成锁口。当升降板即将升到最高位置时，立即取出放入的板，升降板停止或升。注意，在推入板和取出板的时候，两手放在板的外侧，绝对不能放在板的中间部位。推入板后立即拿开两手，否则会被升降板压住。然后先取出帽板，取出套盒板，将锁好的胶囊从套面板上倒出。八、检查锁口是否达到要求，否则调整机内底板与升降板螺杆，拧紧套盒更短，拧松则相反。注意，底板与升降板之间最小间距必须小于或等于帽转换板、套盒板、体转换板三折厚度之和。注意，小于尺寸一般为0到2毫米。九、重复第二步到第七步，直到完成整个生产任务。十、按下红色开关，关闭电源。